你说你啊，天天都拾到大中，孩子都放学了，起床啊！你天天不是打麻将就是吹球板，你这天天能？给你十块钱，闭上你的嘴。我是那种吹能十块八块人呐，啊，都不能天天每天早点。给你二十，让我多睡一会儿，好吗？一会儿你再睡吧，我给你夹个菜啊。好了，夹。十二点了，你还敢回来？哟呵，是不是脾气见长了？差点没回不来，怎么回事？我都把你说死，有个人在一块吃饭了，吃了饭没人接。哎，军哥，你说谁想个法把自己的媳妇照片拿出来？哎，让服务员看看谁的媳妇好看，谁结账？啊，服务员转了两圈，非说我的媳妇长得好看，你说气人不气？别人说你媳妇好看，你还不高兴了？我能高兴起来吗？都比脸都干净我的媳妇。结果结账还是结了不用钱。那你借了多少钱呢？我差点会有点多，花了九十五。瞧你那点出息，给你一千，一百块钱还账，剩下的给你了。看在别人说我好看的份上，今天心情好，赏你了。兄弟们，充零花钱的扣啊！好好表现啊！把这洗干净，地拖带进。哎呦！我还。